这个是比较不痛的黄体素油针，25毫克。这个是每天要打的50毫克，这是可以三天打一次的125毫克。所以，但是这个通常要一天打两支。哦，这个是样子是跟50的不太一样。这是一天打一支，这一天打两支。那这个打皮下打两支，你要两支不痛呢，还是一针一支痛？那有很多人对这个过敏，我就会跟他改成三天打一次的125，我就瓶子都不太一样。那这是伯恩妇产科有病人去彰滨市场流产嘛，他跟他打这个说，蔡医师有一种是打手臂的不痛的，结果我们就问，原来是这个。不过这个因为担心黄体素不够，要早晚各打一支，不痛了两次还是一次的痛，还是三天一次的痛，就看你。那这是三种。25、50、125，一天打两次，一天打一次，三天打一次，你要哪一种？